大家好，我是今集的主持人阿觅啊。香港的小朋友又要读书又要学嘢，其实有时连玩的时间都没有。其实除了电子游戏之外，还有很多传统的玩具可以给小朋友既学习于娱乐，还可以创造很多不同的可能性。今天我就会做一日店长，带大家体验一下玩具生产代工和幼儿教育行业。大家跟我一起来 Go！ 一阵的玩具和小朋友就交给你了噃。哎，有 lift 了。Hello， 你好啊，我是今天的帮手阿明。你好啊，我是 Anna， 我带你参观一下 office。好，你好。哇，阿 Anna 呢度有好多玩具喎。呢一批玩具主要是西班牙的，咁我哋帮佢做咗代工啦。咁好似呢个产品咁样可以帮助佢唔同嘅空间想象啦，手下协调啦，仲有家长同小朋友可以一起玩添。咁除咗呢一个品牌之外其实我哋都帮其他嘅品牌咧，系帮助佢做一啲 ODM。ODM 意思咧就系我哋有时帮佢做埋 design 添噶。係啦，就好似呢兩個品牌咧，咁我哋咧就揾我哋設計師啦，自己嘅團隊咧，國內嘅團隊咧就一齊去幫佢做啦。就好似呢個木嘅玩具，呢個蟲蟲，你覺得點樣啊？覺得摸上去好舒服喎，有時候即可能喺冷氣底下咧摸落去會真係啲嘢好凍啊，但呢個係舒舒服服。因為膠咧就會覺得好似好冷啊，冰冰冷冷。小朋友咧越細玩呢一個木嘅玩具咧，係幫助佢有一個平和嘅感覺添啊。其實我公司主要做呢個木製玩具代工嘅，咁嚟緊咧都已經25年啦。咁我哋最高峰期嘅時間咧有成2-3千萬港幣嘅。咁但係咧2020年去完呢個德國紐倫堡之後咧，我就出唔到國咯喎。出口嘅業務咧真係低落咗好多啦。咁因為我哋個木製玩具嘅優勢同埋我哋代工，我哋知道佢好多唔同嘅發展可以幫助小朋友。咁我哋咧就希望引申一個新嘅業務咧，就用咗呢一個大學嘅講師幫我哋用呢個木製玩具做一啲唔同嘅 puzzle 嘅課程。咁可以令到家長同埋小朋友經過呢個訓練嘅時候咧，可以幫助佢哋發展，同埋可以大家互相係多啲溝通添。Anna， 咁我想問我今日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啊？有啊，今日下晝有個 workshop 咧，係俾2至4歲嘅小朋友同埋家長一齊玩嘅。咁有啲物料係需要準備嘅，你幫手好冇 ？OK， 好，交俾我。有冇信心打好呢份工啊？我梗系有信心啦，平时有试过即系同啲小朋友教佢哋唱歌啊咁样，咁所以咧就好有信心。呢个应该系眼睛，我应该黐落去。呢啲时候就会好想唱儿歌咯。Caterpillar in the tree, how you wonder who you be, can't go far, the truth。唔记得歌词。呢个啊，做完一个啦，睇下我。同呢条虫系咪好似啊 ？Hello， 咁多位小朋友，虫虫姐姐嚟揾你玩啊！OK， 快啲快啲，做埋做埋 ，OK。虫虫姐姐要快手啦，啲小朋友等紧你啊！其实我哋通过呢一个 workshop 嘅理念咧，主要话唔同嘅地方咧，唔同嘅时间都可以玩，可以系一个玩学无边界嘅理念噶。咁通过呢个玩嘅课程嘅时候咧，我哋可以分享到呢一个 love、caring 同埋 sharing 添。準備好曬 workshop 嘅物品就要過場地 set up， 阿蜜搞得掂嘅，應該嚇。我而家咧喺度將呢啲板咧砌翻好佢，然後陣間就會佈置喺呢一個鏡嗰度咧，等啲小朋友可以覺得哇好多個繽紛嘅嘢啊咁樣咯。我除咗呢一個蟲之外，其他都砌唔到，點算啊？你會唔會攞漏咗？我會唔會攞漏咗？唔會，梗係唔會啦，梗係唔會啦。唔係攞漏咗，得啦，哦，咁樣，真啊！好啦好啦，知你快手啦。而家個心情係好緊張嘅，我未試過係對住小朋友咁緊張，不過我係開心嘅，希望陣間佢哋都會放開佢哋嘅懷抱，中意我啦。唔俾時間你緊張啊，工作坊開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蜜姐姐，你哋可以睇下个虫虫同我一样噶，系咪啊？今日我想同大家一起玩啊，好唔好啊 ？Hello， 脚仔嗰次，再嚟一次脚仔。哎呀哎呀，掂啊，加油加油，掂到！转转转转转转转。Hello。
试。佢而家黐唔實喎，係咪啊？加油，努力！我覺得應該有更加多嘅爸爸媽媽要知道有呢啲咁嘅 workshop 可以俾佢哋玩啦，因為而家小朋友真係用得電話、iPad 太多啦。我諗佢哋完全會玩完啲 iPad 之後就唔中意玩呢啲玩具咯。趁佢哋仲細個，唔需要接觸網絡世界嘅時候，應該要真係俾多啲機會佢哋接觸呢啲比較簡單啊、比較舒服、可以認知能力增長嘅玩具多啲咯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年嘅業務咧，即係疫情關係咧，其實比以往咧更加差，因為好多時咧，我哋一貨去到歐洲嘅時候咧，佢哋清唔到關喎。就算清到關咧，佢哋出口銷售都唔好啦。咁變咗我哋今年八月份咧，我做咗咁多年玩具咧，係未試過。是很少訂單，是跌了差不多 70-80% 的。因為咁啱咧，即係呢個時間咧喺香港啦，咁就係發展了新的業務。咁新的業務都要 set up 好多嘢啦，我哋有啲課程啊、老師啊咁，咁所以都需要一啲新的資金咧可以幫手嘅。玩具行業面對種種挑戰，唔知專家又會點幫佢哋咧？阿 Ann 呢個情況咧，出口生意大受影響，令到資金短缺。加上開展新的業務，所以這個時候他更加需要一筆額外的資金支持他業務上的發展。 PAOB 作為第一間虛擬銀行，使用替代數據作信貸審批，不單止可以優化申請貸款的流程，特選的客戶在貸款審批階段還不需要提交文件，大大加快貸款的批核速度。而且我們設有5天放款保證，為中小企提供資金，幫助他們應對業務上的挑戰。同時我們會親身同中小企的客人見面，積極主動了解客人的業務上營運模式和需要，為他們即時處理文件或者解答問題，希望在他們的業務發展路上提供適時的支援。之前我從來未接觸過虛擬銀行的客戶經理咧，好幫到手啊！唔似好似傳統嗰啲銀行咁需要咁多文件喎，咁仲好快批核添，咁資金好快就已經去到户口啦，咁可以幫助我發展新的業務啊！我覺得需要係要再多啲人認識呢一個行業嘅，多啲人知道有得木製玩具嘅好處啊，咁樣咁佢哋就會即係買嘅時候都會謹慎啲咯。平時就玩玩具我就冇 care 咁多，可能佢係木製啊定係膠製啊咁樣，咁我冇諗佢嘅好壞處咁樣啦。咁今日係認識咗唔同嘅東西，同埋我發現玩具對於小朋友嚟講其實都真係好重要，即係一個好嘅玩具，可能佢哋摸上手個 texture 啊，或者可能今日好簡單係整一頂帽，對佢哋嚟講其實都好好大件事咯。你會唔會想做媽咪呢？我覺得我會嘅。即係未喺呢個時候，但係因為我自己係中意小朋友嘅，生得出嘅話，有錢養育個小朋友就會去做呢件事啦。不過而家就應該未有錢，所以儲多陣先。Anna， 唔知道你今日會俾我幾多少分呢？100分為滿分啊，咁101啦。哇，咁多嘅，多過一分，多謝你今日俾我幫手。如果你哋遇到任何經營難題，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，等我哋幫下你啦。想紧贴更多理财、投资和生活的资讯，就继续留意我们不同的平台，记得订阅我们 Patreon 和 YouTube Channel， 和按钟仔啦。